只是的全垒打而已，是一定有他的道理。现在是两好两坏。这个球好球了，打者没有出棒，是遭到了三振，在一局上半，三星是留下了一个三垒，双方比数目前0-0。这个，但我们事实上这些欧美选手看外表都看不太出来他到底几岁了，看起来蛮成熟的。结果这个球挥棒落空，将蔡泰仁呢给三振，这也是今天呢许妹的所投出的第二次的三振。那在独立联盟的这两个球季当中呢，实际上他的一个三振率哦，并没有说特别的高，并没有特别的高。那在